如果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，公司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但是谢氏这个案子，你就不要再跟了。周总，我不是公司不分的人，我可以做好这个案子。现在还不是你说了算的时候。 领导，周总找你说什么了？子怡，把我下午的工作都取消了吗？好。这牛奶你今天必须得喝。 这是对我体温的一种尊重。哎，我听见了，你别老抓他行不行？看，看不出来我吃的醋吗？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，我们不合适。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你漂亮，我帅气，你聪慧，我睿智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哪儿都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绝配。我喜欢你，你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啊？ 不是，你认就认了，有什么呀？没错，你作为男朋友亲你一下，难道不正常吗？有多少人用恨不得来代替舍不得，用忘不得，用所有形容爱。 每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对方是与众不同。你确定他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，会跟你一样吗？工作、感情，只能二选一。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我该怎么办？喂，天宇。微微，晚上一起看演出吧。演出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没那么夸张。就是在酒吧里的一个小型 live band， 都是你喜欢的音乐。我也很想去，但是我不想给你错误的信息，而且我现在状态特别不好，不想出去见人。我生日快到了，就当做是你送给老朋友的一份生日礼物，可以吗？上次我帮你找到你爸的笔记本，你说过要好好谢谢我的。 你忘了？好，我怕了你了，最后一次啊。好，到时候去接你，拜拜。 家里了，叔叔婶婶晚上有点事找我。哎呦，你现在干嘛呢？想你啊，想你啊。听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一个朋友。 Yeah.
干什么？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呀。你下午给我打电话说晚上有事必须要见面，我现在过来了，你又什么都不说，你们做生意的是不是都这么磨叽啊？魏总，好饭不怕晚，好事不怕慢。我中文不好，你别说些神道的话行吗？走吧。